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我哋个 channel 啊。咁啊，隔咗两三日冇拍到片啦。咁呢三日咧都系做直播小游戏嘅。因为呢三日咧我都有少少嘢做啦，闲就唔得闲。咁所以咧就转咗去嗰个直播嘅。咁我哋今日咧终于回归啦，我哋可以拍到片啦。咁今日拍咧呢个就系我自己个 server， 咁想同大家汇报下我 server 近期嘅近况。咁首先喺呢个 lobby 度咧，我哋 server 咧就新开咗一啲小游戏啦 ，mid game 啦。咁有一啲咧系 for 插件起嘅，另外一啲咧就系 for 呢个 command block 嚟起嘅。咁啊，我哋行过嚟呢边度介绍一下先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六个传送门，有两个是没开的。我们做一个看看，第一个就是这个 Game Remix， 里面就有这个大富翁、Parkour 和这个铲雪地，但是铲雪地就还在建，我们进去看一看先。一到来呢，前面这个位置就是火大富翁，我们可以看一看。系啦，咁啊，个大富翁咧就系咁嘅，咁啊有一个棋盘嘅形状，而中间系写住 Monopoly 嘅。咁呢个大富翁咧就系一个叫 FUNJI0705 嘅人所起嘅，咁个名会打翻喺嗰个屏幕嘅左上角。咁啊，个大富翁咧就仲未起好嘅，因为有啲指令嘅错误啊，即系呢啲指令咧佢 copy 咗之后咧揿唔翻去。咁所以咧就唔再详细介绍啦，或者到时正式开放再讲多次。我哋嚟呢边啦，呢度有个类似炮台咁嘢咧，但其实佢真系炮台嚟。咁咧呢度写住呢个系 TNT 炮台，呢度有啲箱 refill 咗一啲 TNT 啦。咁玩法咧就系擒上嚟呢度，但系你呢个时候咧要转一转 game mode 先，系要用生存嚟玩嘅，咁啊，因为先飞得起。跟住咧就会飞上半空啦，就系咁啦。咁嗰边就系呢个铲雪场啦，但系就未搞掂。呢边系 Parkour 啊，有兴趣可以自己挑战下。好啦，我哋翻到嚟咁啊，头先个拍片程式有啲问题啊。咁呢度系一个职员休息室啦，跟住啲职员就喺呢度休息噶啦。咁嚟到呢边咧就有一个好大嘅仓库啊。就是放我們擺東西用的，上面還有一些的糧食儲備室，或者簡稱食品儲藏室，上面有一些建築材料擺放的地方，因為這一附近應該還在施工，需要大量建築材料。這邊就是一個礦坑，下去掘礦的，這邊就有一個那些工人，唔系工人，商店嗰啲员工休息室，呢度有个私家农田喺度。呢边咧就系呢个伺服器唯一嘅医院啦，咁啊病床喺度啊瞓觉，唔知做乜鬼啊。系啦，系啦，咁啊，以上咧就系我哋伺服器嘅最新近况。咁啊，希望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入嚟伺服器度睇一睇，或者過嚟同我哋一齊生存啦。咁我哋呢條片就暫時到此為止啦，拜拜。